Yo， 我系 YT， 今集啦同大家开箱嘅就系杀机咯，呢一个赤之魔本咁啊，呢个魔法小神同家船啦咁啊出嘅呢一本赤之魔本，咁啊由呢、這、一个Bandai 啦 Tamashi Nation 咧咁所推出嘅呢一件新 product， 咁啊其实呢件 product 咧就旧上个月嘅月尾推出嘅咁啊，但系咧压下咧，因为都中间都涉咗都比较多嘢去开啦，咁所以咧就去到。而家咧先至開呢本嘢啦，咁啊呢一個嘅呢一個由呢一個 Tamashiation 啦出呢一個咧鬼滅之刃嘅嗰個系列咧，即係嗰啲一比一比例嗰啲嗰啲劍啊，嗰啲日輪刀啊，係啊，咁啊嗰個系列咧所推出嘅一件新 product 啊，咁啊出呢一個赤之魔本呢本赤之書啦，咁啊咁如果你話魔法小童同家船呢一套作品咧，咁啊我諗大家喺香港嘅觀眾朋友啊，甚至日本嘅觀眾朋友咧，有一段期間咧係瘋魔得犀利嘅，係啦，即係尤其是攞住，因為尤其是當年咧出呢本出呢一個 DX 版嘅赤之書嘅時候咧，哇！我見好多個細路啊攞住本赤之書係真係攞住佢大聲嗌殺機佬咁樣嘅，咁啊真係，同埋再加上咧當年嚟講咧。赤之书咧，佢嗰个 DX 嘅玩法咧，其实都几新颖嘅。当年 DX 版出嗰个嘅赤之书嘅时候咧，我印象记得咧，系一啲类似暴龙机对战嗰啲嗰类嘅玩法嚟嘅。就系揸住本书，打开个版页啦，然之后咧就有个 screen 咧，有 screen 就好似啲 Game Boy 咁样打机嗰啲模式嚟嘅。咁啊系比较得意嘅 DX 版本系，个当年嚟讲叫做几创新嘅啦个玩法。咁啊今次咧呢一本嘅赤之书啦，咁啊其实咧按照翻真系真真正正系动画里面一比一嘅嗰个比例嘅。赤串去做，不特止你开完盒望完嗰个赤之书个外表之后咧，你会觉得佢基本上设计到同本真书系冇分别嘅。点解我咁讲呢？转头开盒大家就会明噶啦。咁今次啦呢本嘢咧咁讲到明，声音啦、发光啦、声效啊、BGM 啊呢啲都有齐晒嘅。咁啊，至于点玩法咧，咁样转头开箱就大家就会知道个玩法系点样噶啦。亦都可以咧从中咧怀缅翻成套魔法小神同家船呢一套动画嘅一啲嘅对白啦、情节咁样嘅。系啦，咁啊外观嚟讲咧，喂其实几靓喎，系啊，成本红色嘅，咁啊成个盒系红色外盒啦，咪都系攞翻当年就叫做话赤之书嘅嗰个编密去做嘅，咁啊然后咧后面咧。哇！所有呢啲嘅声效啊，甚至大家咧会再次咧重现翻咧当年日文版啦、啊、呢、這个高岭清华女咧佢所嗌嘅嗰啲第一魔法嘅嗌法啊，成个叫法点样嗌啊，大家咧会喺转头咧会听得翻晒。哇！其实如果你话以成个实物嚟讲咧，追求嚟讲咧，哇！呢本嘢系不得了，我个自己个人觉得真系好 perfect 咯，成个比例。好啦，唔讲太多啦，即刻开盒睇下啦。好啦，哇咁啊，拆开咗盒嘢啦，咁啊，喂，俾大家望一望今次呢本赤之书先，真系按照翻佢原本个 size 比例去做嘅，系 exactly 系咁大本，同埋咧个质感咧系好有书嘅嗰种味道，尤其是咧其实咧认真望一望佢呢本嘢咧个设计咧个封面系真系 exactly 一本书嗰啲质地嚟噶，系啊。紙羊皮紙嗰啲質地嚟噶，咁咧，然之後咧開咗第一頁之後咧，哇離曬譜，喂有冇過分咗啲啊 ？Exactly 係頭啦，頭嗰個咁好似大概20版到啦，咁咧都係呢啲咧紙嘅做法嚟嘅，都係一啲羊皮紙咁嘅物料啦，咁去做呢一個頭嗰20版嘅，真係揭得噶，唔係講笑啊今次。咁啊跟住咧一打開去到呢一版咧，呢一版咧其實咧係邊一版嚟咧？其實我象徵到印象記得咧呢一版咧依一個位置。正正就是家船嘅家船啦，第一使用魔法第一个魔法嘅呢一个杀机路嘅嗰个魔法啦，哇！其实就系成件事系非常之过瘾嘅。咁啊，头嗰接近20版嘅位置啦，就系呢啲纸嘅物料啦。咁去到呢一个位置咧，就真系机件嚟嘅，因为咧呢啲系揿得嘅掣嚟嘅。咁啊，其实揿掣咧就两个掣嚟啫，冇其他特别嘅掣去揿噶啦。咁啊，其实你话玩法嚟讲咧，就应该我估唔系好多啊。不过咧就声效咧，我见佢好似收录都几多啊。咁啊，然后中间呢啲位置咧都系纸嘅物料嚟噶。其实咧，佢成本嘢咧，嗰、那个做工咧系非常之似一本真书啊！喂，我觉得做得系非常之离晒谱啊！咁啊，然后啦就会有本说明书啦咁样。咁我今次咧我就会真系啦，喂睇住说明书嚟玩啦，因为今次呢本嘢咧，我见佢咧好似好多嘢玩啊。咁我就今集应该正常嚟讲玩唔晒嘅，咁所以咧我会如果有买呢本书嘅朋友咧，可以咧留待咧自己去再去研发啦，再自己发掘一下咧呢一本书咧有啲乜嘢更多嘅玩法。咁亦都
可以喺呢條片下面留言講得你自己玩咗呢本書之後有冇啲咩新嘅玩法咁樣嘅。咁啊，今次呢本嘢嚟講咧，嗱聲效方面啦，咁就total 咧，我見到有19句聲效嘅，19句其實都多喎。如果你話以一本書嚟講咧，以聲效嚟講咧係相當之多嘅。咁啊，同埋咧聲效啦，咪有青麻女啦，有即係其實呢個係家傳秘錄嘅一啲嗌法啦。咁同埋咧佢會咧中間咧夾雜埋一啲嗌咒語嘅叫法嘅。咁啊，至於你話點玩法咧，我轉頭咧就會再同大家試一示範。好啦，咁我而家望住個說明書咧，同大家望一望玩一玩先。咁咧呢本嘢啦，呢、這個位置咧就係嗰個入電嘅位置。係啦，咁我就因為未入電嘅，咁啊喂。俾少時間我入一入粒電先。A few moments later， 哇咁啊，俾咗少時間我之後咧，咁啊入咗電啦。然後咧嗱，佢上面呢度啦有兩粒掣嘅，咁啊一粒咧就係呢個激鬥之記憶毛啊，咁同埋咧下面有一個就青麻女嘅日常毛。咁啊上面嗰個咧，我先玩上面嗰個先。咁啊，究竟有啲咩對白聽咧？嚇，大家聽一聽先啊！哇咁細聲嘅，我本書個喇叭會唔會細聲得滯啊？嗱咁我為咗咧令到咧大家聽得清楚啲咧，所以咧我會將本書咧較為近少少嘅，咁啊俾大家咧聽下咧本書個聲效係點樣嘅。好啦，咁啊先聽一聽啲對白先啦。咁啊我冇記錯咧就佢呢一個掣啦，嗱咁佢就分咗 A、B 掣啦。呢個咧就寫到明話係白發光部分嚟嘅。咁啊至於你話點樣發光部分咧，我諗要較暗少少先聽到啊。咁啊嗰個嗱唔怪之咁細聲啦，個聲音來源喺呢個點點啊，大佬黐線嘅咩細到假？哇真係癲咗啦。好咁啊呢個就 A part 啦， A part 有啲咩聽呢，大家聽啦喎。系啦，咁其实咧呢一个咧，其实咧点解佢会咁样揿法呢？有原因嘅。喂，听唔听到？有后续噶。咁啊，见到其实咧佢盏灯咧，其实都几光喎。系啦 ，A 模咧就系家传嘅一啲对白啦。咁啊，19句对白里面其中一款啦。咁啊，另外咧嗱，如果揿 B 模会系揿 B 掣会系点咧？大家听住咯。B 仔咧就系家传秘录嘅自我介绍嚟嘅。啊，呢个就系家传秘录一啲嘅对白啦，啲嘅自我介绍啦。嗱，如果 A 仔揿 B 仔咧，就是这个家传其实呢它很搞笑的。你按不同的对白呢它就会对应不同的魔法的，打听一下。这个好像是萨基鲁加。好，又再听一下。这个是巴奥萨基路。其实呢他呢每一个的对白啦，就是家传的讲的每一个对白呢对应回呢都会有不同的魔法去做的。那我就这样看呢，其实呢我见到目前为止呢他是会有 total 7种魔法的。即是其实应该根据回他动画啦，就是有几多个魔法的系列啦，他就出几多个。那当然啦，最经典就是第一魔法萨基路啦。其实咧，大家如果有睇开家传咧，或者你话有留意开家传嘅一啲嘅可能系背后嘅故事啦，大家都知道其实魔法小神同家传咧呢套动画咧，因为其实本身漫画改编做动画啦，咁啊其实漫画咧就应该出晒噶啦，冇记错就咁啊。至于动画咧，就好似系咧去到发乌道篇嘅时候咧，就腰斩咗冇再出动画版嘅。咁啊，亦都啦，咁啊咁啱得咁巧咧，好似话咧嚟紧有机会啦，会重启翻呢一个嘅动画。
動畫版啦，會出法烏道篇打後嘅章節嘅。咁啊，未知係咪啦？咁啊，未知動畫嘅確實性係點樣啦？好咁啊，嗱，同大家咧真係玩住咁多先，因為真係太多對白啦 ，A mode 實在啦。咁啊，就你啊 ，A mode 都玩得咁多啦 ，B mode 點算咧？嗱，轉 B mode 咯。诶 ，B mode 系冇任何特别声效嘅，诶，总之揿落去直接 B mode， 咁然后咧揿都系揿翻 A 掣，听下有咩讲咯。この程度のわけなかろう。咦，咁啊，即系冇乜特别喎，反而你揿 A mode， 系啦，你冇乜特别喎呢个，咁如果 A、B mode 同时揿咧？哦，この本を持って呪文を唱えていたんだ。ふざけるな。そう、第一の術、ふざける。哇，嗱，嗱，我揿一揿 B mode 再试一试。嗱，都系啦，系啦。咁如果你想听青麻女讲嘢咧，よくやった、よくやったぞ、ガッシュ。一発、かましてやったぞ。スカッとしたぜ。嗱，揿咗 B mode 之后啦 ，A B 就系同时揿咧，就会听到青麻女啦，同埋家传嘅啲对话，甚至咧会听到咧啊青麻女剧中一啲嘅对白啦，然后咧再嗌第一魔法嘅。因为如果你就咁揿 A mode 咧，如果你喺 B mode 嘅情况下咧，你直接就咁揿 A 掣咧，就会系家传嘅对白嘅。咁然后。那本魔书咧就会着红灯嘅红色位置，系啦，咁 B mode 都系咯，都系跟住揿 B 掣就会系出呢一个必杀技。系啦，咁就会出现一啲青麻女嘅一啲嘅对白喺里面啦。咁我见到咧，佢就写住话大概14句嘅有青麻女嘅对白嘅，哇，又系多喎。好，咁然后啦，其实当然啦，有得呢一个，咁当然亦都有 BGM 啦。咁据我所知咧 ，BGM 好似收录得一首嘅。咁长禁会系咩呢？冇错，就系魔法小神同家传嘅主题曲。但系咧个喇叭真系好细声，净得有。点而可怕？系啦，真系太静啦，实在。唉，好啦，咁同大家咧真系玩咁多先啦，因为实在太多对白啦，你冇办法听得晒咁多，咁真系唯有有时间之后睇下可唔可以逐个对白拍翻俾大家听啦。咁另外就系、是、喂，佢呢个喇叭真系好细声，我唔系讲笑，佢真系细声到咧，我就咁喺度听我都觉得好细声，因为一来佢个喇叭真系太细个啦，大佬，成本书呢一个叮叮位系甩个喇叭位喎，大佬，细到咁样。喂，真系我有少少失望啊！今次对呢本嘢，因为个喇叭真系有啲太细声。咁但系咧整体上嚟讲咧，嗰个灯嘅发光咧系正嘅。咁BGM 啦，一啲嘅当年嘅一啲对白啊，一啲嘅毛啦，都非常之正啊。咁同埋都喂揾翻叫做其实都唔系揾翻当年嘅声优翻嚟配噶啦，因为都系收录翻剧中嘅一啲嘅对白啦。咁所以其实就冇乜叫做话你有大惊喜。咁但系就听得翻当年一啲嘅对白啦。咁其实对于喺90后嘅朋友嚟讲啦，即系睇呢套动画大嘅朋友嚟讲咧，有一啲特别嘅回忆嚟嘅。咁其实希望啦，咁嚟紧咧，即系赤之书出咗之后啦，希望会出埋呢一个费路哥尼同埋呢一个金草迷嘅嗰本黄色书啊。系嗰本黄色书咧，其实如果啦收录翻里面一啲嘅搞笑对白啊，甚至费路哥尼嗰首经典歌咧，又系一个几大嘅揭秘位啊。咁唔知会唔会有机会出埋啦？因为其实讲真嗰句，魔法小神同家传呢一套作品咧，其实我觉得几好睇嘅。咁同埋咧，真系我见佢。当年出咧都系赤之书啫，都系最大揭秘都系赤之书，都冇再出埋其他啲嘅其他 product。咁系啦，呢一套嘢就叫做今次就叫做 restart 翻呢一个系列啦。咁再加上可能真系咁啱呢一个雷巨城呢个作者啦，咁出咗呢个新版嘅魔法小神同家传。
嘅續作啦，咁啊一個長大後嘅家船啦，咁啊同青麻女啦，咁一個新嘅組合啦，新嘅故事嘅篇章咁樣，咁啊所以就之後再叫做 Bandai 就叫做趁呢個機會出本石之書，出本啊叫做俾大家一個一啲 fans 懷念嘅一個系列啦，咁啊再可能再加上佢個秘密 exactly 係俾大人玩嘅，根本就係俾大人玩嘅回憶嚟嘅根本嚇，咁啊所以今次依本嘢都叫做有少少驚喜，不過都係個喇叭有啲敗筆啦。咁啊，今次咧呢一本嘢咧，我俾嘅分数系六分啦，咁啊叫做中规中矩分数啦。因为冇办法，个喇叭太细声啦，个喇叭肯教翻大声啲咧，其实我谂我俾八分噶啦已经。咁啊，但系真系太细声啦。但令我最驚喜係咩呢，佢成本書嘅設計啊，佢真係做到成本，佢真係唔係話同你講話我係純粹一件玩具，唔係啊，佢直情係佢 exactly 做到本書咁嘅款啊，佢連呢就算呢呢啲機械板嘅位置呢，佢都係用返書嘅質地去設計俾你，你感覺到呢啲係鉛得嘅頁面嚟嘅，好正啊成件事。所以呢其實呢佢成個設計嚟講呢係有設計喺裏面啦，有包裝喺裏面啦，係啦，好有心機嘅，我覺得今次呢本嘢個外觀做得係啦，咁啊不過都係嗰樣嘢，我講三次都係嗰樣嘢嘅，喇叭好細聲，搞到呢聽個 BGM 呢都冇個 mood 啊，真係激鬼死我啦。咁啊當然啦，今次呢本嘢啦冇話一啲聲控嘅玩法啦，咁其實如果佢有埋聲控玩法呢，我覺得係更加正。好啦，咁今次同大家呢開呢一個赤之魔本嘅呢一個嘅產物啦，呢一件嘅玩具啦，同大家開到呢度先啦。咁啊，大家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大家可以不妨咧 like share 同埋 subscribe 翻我 YouTube channel 嘅，同埋我嘅 Facebook 專頁。咁啊，同埋如果大家真係出面市面仲見到呢本嘢嘅，唔好諗啦，買啦，因為呢本嘢其實抵玩嘅，400零蚊嘅啫，500蚊又找啊，真係抵玩啊呢本書。我嗰陣時我記得賣我好似係406.488左右，咁仲有20蚊找啊大佬，500蚊一本書，仲要做到象徵度咁高，大佬喺邊度揾咧呢本嘢就係抵玩抵玩。好啦，今次同大家開箱到呢度先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中意我影片記得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四樣嘢啊，咁啊另外咧記得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 專頁啦，同埋我嘅官方 IG 啊，另外我嘅個人 IG 亦都正式開通咗噶啦，大家記得 follow 埋我嘅個人 IG 可以睇到我生活點滴噶。好啦，我哋下集再見啦 ，ciao。